由1997年尾开始，相继有银行破产，15间大银行坏账超过10000亿港元，整个日本金融系统濒临崩溃。日本政府逼不得已注资4700亿救市。日本而家推行金融改革，成功抑或失败，对整个亚洲包括香港在内影响深远。日本富士银行常务董事小田宏明两个礼拜前来香港，向客户同行家交代他们处理坏账和重整业务的进展。 I would like to give you an update on our financial status, the progress of our restructuring plan, and our position relative to our peers, which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小田表示，富士银行决定壮士断臂，停止经营海外个人银行。其实富士早在3月已经出售广安银行，并会在2年之内结束全球40%分行和代办处。富士银行一直是国际主要融资银行，但在香港至3月底就借出接近200亿港元，主要借给本地工商界。好景不常，今后1-2年情况有变。First of all, we would like to strengthen our, I think as I say, total capabilities. So for, maybe I think for coming 1 and 2 years. And after that, so now for overseas market, including Hong Kong, we are rather, I think, calm. But anyway, certainly I think we continue our commitment in that think, important market.But anyway, if now we try to increase our exposures, it's not the time. 横滨银行更加全面从海外撤退翻日本，香港只留低代办处。香港の話なんですけども、香港支店は、香港的分行已经在去年6月改为代办处。12年嚟。好多謝香港各界的支持。在金融自由化的急劇發展底下，我們必須考慮怎樣運用有限的資源。由於橫濱銀行建基在神奈川縣，所以在戰略上就採取將資源集中在自己這個地頭。起碼這幾年之內，相信都只会集中在本地发展。横滨银行是地方银行，香港分行主要协助日本客进军中国。金融危机爆发年几以来，日资银行大大小小有40%撤出香港。东京首都政府办公厅用了100亿港元来起，1991年4月落成。当时日本经济原来已经走到最高峰，往后8年，日本经济一步步向下滑。目前日本政府总欠债超出生产总值120%，好讽刺，在先进国家当中又是日本第一。过去7年，日本政府先后用了70000亿港元去增加公共开支，企图刺激经济，但是功亏一篑。而家人人都叫横跨金融中心茂桥町的永代通大街做地獄街。位于这条街的山一证券
三洋證券和北海道拓殖銀行在98年底分別都因為欠下巨債宣告破產。98年一年裏面總共有18家金融機構倒閉，金融風暴一發不可收拾。日本長期信用銀行有46年歷史，對戰後日本發展貢獻良多，去年被揭發隱藏巨額債務，銀行高層其後被控告做假帳來掩飾壞帳。這種事故使日本整個金融系統的信用受到質疑，為挽回信心，日本政府去年年尾緊急訂定金融再生法，並成立金融再生委員會，注入接近5000億港元救銀行。ところがそれではもうダメだと。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可以再等，银行的资本比率下降，不做手术不行。大家都质疑大藏省有没有好好地推行改革，结果都认为需要改变大藏省的金融监管政策。林毅受命领导金融改革的是做开国土厅长官的国务大臣柳泽伯夫，他出身法律系，38年来任职过不同政府部门，今次率领几十名警察、副务、法律等部门的同僚负起金融改革的重任。日本15大银行的坏账加埋超过10000亿港元，问题出于企业过度借贷、银行过度放款，当泡沫经济破灭就变成坏账。有人分析，战后日本经济能够突飞猛进，都是靠低利率和易借钱，这个是事实。但是去到80年代后期，在美国干预下，日元高企，出口失去竞争力，大量制造业外移到世界各地，国内资金因为利息长期低于3厘，在没有出路之下，转向炒股票、炒地产，令日经平均指数89年创39000点新高。负责金融改革的柳泽批评政府当时没有就日元升值做相应措施，种下祸根。泡沫经济92年破灭，8月日本股市急挫2/3，东京地价随后亦跌了2/3，银行所持大量的股票、房地产抵押瞬间就变成负资产。日本的银行来到这个时候还未醒悟，反而不断借新债给企业来盖旧债，于是问题在收收埋埋的情况下恶化下去。日本又为了将金融国际化，要求所有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银行到1998年4月将资本充足比率由平均只有3.5%提升到8%的国际标准。要达到要求，银行只有两条路走，一是退出国际市场，一是收紧信贷。结果就是97年底开始有大量中小企业倒闭。祸不单行，亚洲金融风暴使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失利，银行贷款无法回收，恶性循环之下，失业人数创50年来新高，达到330万，日本国民怨气冲天。結局ですね、とりあえずですね、検査と監督だけ。结果在争论当中，就将检查和监督部门和大藏省分开。国会はですね、もうそれはダメだと。国会认为应该另外设立一个和过去完全无关的全新组织，才能够有效推行新法例，重建日本金融。日本15大银行包括富士银行、横滨银行在内，在政府承诺不去秋后算账之后，才敢将10000多亿港元的坏账和盘托出，申请政府注资。私の問題についてはですね、これはもう彼ら造假帳呢个问题
愛同銀行老闆面對面傾，問佢哋盤數有冇問題。佢哋要老實講，有冇將壞帳收埋喺其他帳項裏面。以前只講自己盤數，有啲差嘅銀行就靜靜雞將壞帳撥俾子公司，結果出現隱藏性壞帳。所以今次命令所有接受注資嘅15間銀行，將子公司同關聯公司嘅帳目全部一齊公布。かなりいい銀行でないとそういう措置を取りません。獲得注資嘅銀行都係好嘅，呢方面政府可以擔保。唔好嘅，好似舊年年底長銀、日本債券銀行都由佢執咗，細規模啲嘅國民同幸福銀行今年都執埋。睇過佢哋嘅帳目，非常唔掂，即使政府注資都救唔翻。喺正地獄街旁邊。是財經界有名的日本經濟研究所，對於金融改革，研究日本經濟的專家不表樂觀。全國銀行が政府注資呢，只是為了避免全國陷入混亂，但是並沒有保證銀行以後有健全的經營，只是做了一個健全化的框架，之後呢，就是靠銀行自己努力了。富士銀行得到日本政府最大筆注資600亿港元，但是上個年度仍然出現25亿虧損。當前急務就是重組業務，實行精簡化。Before we are handling everything to provide every kind of financial services to our customers, but anyway, now we are trying to, I guess, focusing on.Certain business areas which we have some say strengths. 看中社會人口老化，富士銀行和第一勸業銀行合組退休基金管理公司，利用彼此原有龐大客路進軍新市場。Before, all Japanese big scale banks were providing very similar type of product, similar type of management style, but.I think we have to change. Otherwise, I think I said, we have to characterize our, I think as I say, bank and also market and product. Otherwise,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survive. 退守翻日本嘅横滨银行，业务重点系借钱俾中小企业。到今年三月底，贷款额达2000亿港元。あ、どうも。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ります。どうぞこちらどうぞ。あ、すみません。今度は神奈川県内にある中小企業さんの。我哋会将主力集中翻喺横滨地区，同贷款俾中小企业，会深入睇翻啲客嘅资料。如果系好嘅生意。利息可以計優惠啲。こういったことについても、私どもは普段からお付き合い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んで。因為我哋平日有來往，熟悉呢啲客，容易判斷佢哋嘅計劃係咪可行。橫濱銀行120亿壞帳得到政府全數注資解決。企業是活生生的，運氣差的話當然仍然有倒閉的可能，不過那種壞帳形式過去一直都有，我們應該處理得到的。市川是東京一個新開發區，富士銀行三個月前在這裡的百貨公司開設第一家便利銀行。呢間銀行日日辦公，因為鋪面細，人手比傳統分行少70%，三四個人就夠，慳翻90%開支，又仍然接待到90%客。
加上設合新區的需要，兩個月已經多了400個新客。便利銀行只做零售業務，不做公司客。至於按揭、貸款等等比較複雜的項目，就是作初步處理，然後轉介到分行。今までの経過と今我々がファーストクラブについてここへ来まして、精簡架構是改革重點。富士銀行打算五年內關閉一半，為數170間分行，剩下那170間有120間只做零售業務。富士又計劃三年內裁員1700人，扣減年終花紅20%，亦會出售運動場、療養院等福利設施，三管齊下，估計可以慳翻50億港元。これはその三ヶ月ばかりでそういう動きが具体化。短短嘅三個月，好難期望有具體嘅措施見到。應該俾銀行多啲時間，睇下日本嘅金融機構點樣應付世界嘅金融改革。日本今年首季的生产总值，政府大撒金钱下，在年半以来第一次录得正面增长，但是整体经济仍然低迷。财经界估计，银行今年仍然要面对高额坏账。もちろん民間の企業の方にも非常に民間企业整体状况都好差，各行各业大部分都有坏账、负资产。特別是建築業、房地產、零售業，要一下子全面解決，冇可能。私が一番心配なのはですね、経営。反而我最擔心嘅係經營者嘅心態，有冇經營戰略？假如佢哋稍為鬆懈，將會係實現改革嘅最大障礙。富士銀行設立電話接待中心，用電話取代分行嘅部分服務。取消一半分行，多出嚟嘅资深员工好多都调派咗嚟呢个中心听电话。常务董事小田指出，重组过程最艰难就系三年内减1700人。Every year, I guess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staff that saves their retirement age, and if we, I guess I say, lessen the number of new recruit.That part is, I think, not so small. And also, we're encouraging, I think, as I staff to, if they want, they will retire, I think, as I say, in earlier age. But it's not so easy. 一つは今まで人を大切にすると。日本過往在僱傭關係上最強調人是重要資源，而家突然間話人不再重要，要炒，令到好多人都好難理解。ところが日本の場合には転職市場がありませんで、日本無轉職市場、銀行仍然用終身雇用制，所以一旦裁員，呢班人又揾唔到工，自殺嘅人數恐怕會大幅增加。小溝開獵頭公司，專幫外資金融機構揾職員。之前在日本一間數一數二的大銀行做過17年。他認為日本銀行過去一直受政府保護，員工的心態和做事方式在國際市場完全沒有競爭力。第一點是金融技術非常落後，因為過去沒有競爭，日本市場封閉，完全沒有開發新產品。第二點更加是在意識上從沒有想過和外面競爭。小溝舉例說，去年三一證券倒閉，7000員工只有30個轉到入外資金融機構，水準可想而知，心態亦叫人失望。我見過的100個人當中，有一半人希望找一間不會執笠的公司，一聽我就很震驚。日本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公司要跟公司競爭，個人跟個人亦要競爭，贏了可以留下美好回憶，輸了就要重新努力了。
先ほど申し上げたビジネスそのものに政府が100兆円のお金を政府投入100万億日元去改善当然是好但是如果公司的组织人事制度不改目前面对的问题不可能解决到的日本的春天花依旧盛开面对五十年来最严峻的境况日本人唯有苦中作乐No layoff, because we also, I think, as I say, should take care of our employees. That's our only, also our, I think, very basic, I think, as a philosophy. So we can't say, okay, bye bye, please, I think, as I say, go out. 今そのもうちょっと夜明け前。日本目前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现在要做的是打破日式制度，包括年功序列。终身雇佣企业一家主义就好像古时推翻幕府然后才有明治维新一样日本战后最严重的失业问题看来会继续恶化一直是日本社会支柱的终身雇佣制正面临崩溃下星期报道To the way I know, I know, I know There are stars 星の南へ行けば Like a wind ほんの小さな言葉を